哈尔滨红肠，咱家这个红肠家人们29.9给咱发一箱10根，然后每根是90克，它肉量很多，蒜香味的啊。馅儿下这一根就要8块多钱，它是果木熏烤的，口感口味特别的好。可以给它切成薄片装盘，然后或者说炒菜煎吃烤吃，开袋即食都可以。外边这层皮儿是脆皮儿，吃个魔鬼鱼，先来个咱家小果冻。白桃青柠给咱发15盒，这一条是3斤多的，它一点刺儿都没有，都是骨头。
乳酸菌的口袋面包，一箱是280克，然后一箱是10到12个左右，满满的酱料。这面包特别松软，而且不是那种特别甜的那种，甜度很适中，老人孩子都可以。超好吃，9块9一箱。